艾莎，我们来了。请进，欢迎，请进。好，我们感觉到风吗？有风。哦，发火光啊，好强啊！我大概在47岁就第一次来登到泰山来了，那是跳跳蹦蹦的，也不觉得高，就跑完了。不是他那边对面照我们，我们这边照过去啊。这边有照了，你拿给他照。照。这个慢，它现在这个慢，它这个地方让你跑得上来，它这样对。就是。又来了。来神了，有精神了。对啊。你看，要开始了。上。火火三尺心转情，法自在，六度万行，般若波罗蜜多萨婆诃。恭喜空巴都叫我人间太上高处太天上火山是心尊敬红马里白米红水龙好感动啊，我也好想哭了。哭啊！你说泰山有乾隆皇来过，乾隆皇嘛，最后一任，他这样，他都有70几个皇帝来嘛，乾隆是最后一个皇帝，就是上完以后就没有再上来的了。武则天也来过，不是你是乾隆嘛？乾隆最后一个，还有武则天都，所以说你现在又到了，所以说非常天地感动。震动，这个山还真高哎！现在建设真美啊！你看他把那个水引导的旁边啊，好清凉啊！包括你要想为我观众，哎，观众。对，好辛苦哎。然后那个没有办法过去的，是用那个吊屋扛。再看照下面。吊杆。真的，你看那些兵士也是累死了。累死了。真的。然后早上就一直闻到那汗味的。汗臭，是累的，一直流汗嘛。一直流汗。一身都是臭。所以出巡也是很辛苦的。真的。自己的黄袍也臭啊。对呀、没办法洗 啊。我从前来山东的时候，我的衣服一下水，整个的水是变黑的。他们说你的衣服拿来我洗一洗，不洗则罢，一洗还真是那么，我成了黑水了，看起来不脏。但是同样道理可以证明，黄袍也看起来不脏，等到回去一洗的时候啊。
哇，建设这个真好，真好，感谢、啊。称赞文明，传颂情谊呀、啊。他这里都是文字啊，法语文非常好。大陆这个文学做得好，你看承载文明啊，不要在里面跳跳蹦蹦的，要文明一点啊。承载文明，传颂情谊。情谊。那个厕所里面还贴笑话嘞，我都看到。对呀、啊。你有没有看到他笑话？看到。还有贴笑话，在高中的休息站里面。哦。我本来要讲的，讲笑话。不是啊，这样做对了。对啊。你看我们在这里很文明，放放圣乐啊、哦。对。很文明。每一个人都有心建设。从前我就跟他讲，假如每一个人都发挥力量，去普化，去讲一些善话，那这个全中国就了不起了。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跟你讲话。对。这样很好，也不会跳出去。像从前我们踩那个板板的，哎，拿杆，拿杆的，对的，哎，就滑杆啊，滑杆的。哎，前几年我还跑嘞，跑的那个就这样子跑上去的。其他就在武夷山，你也坐着滑杆，嗯，把你抬上来。还有九华山也是。这生的多呀，对，这秤再多啊，假如旅客不够的话，他还赔钱呢。嗯，啊、哦，这个那么多，耳鸣啊，耳鸣啊，高啊，高啊，吞口水，嗯。哎以前的皇帝好像千辛万苦来求雨，嗯，求雨、哎、求平安，国泰民安嘛，都来这里，对啊，祈雨，减税，减税，重要要减税，灾难的时候要减税，人民太苦了。刘龙啊，哦，那在载东西的，有可能有可能载东西的，工具，对。哎呀，就是啊，好不容易在看到你，那他们高兴的，对啊，很感动，很感动啊，我也很感动啊。哎呀，气死老欧来了。你前几次没有到上面吗？在下面。我看看啊，我就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啊、哦。前几次是有一次是在下面了，跟艾瑞啊，艾瑞在下面啊，跟丁慧。丁慧。嗯、没有跟艾瑞丁慧，哎、很早之前我看的是艾瑞附身、啊，艾瑞也一次，对，很早，很早，对，还有对徐树国艾瑞，那时候还应该还没有缆车，大概，嗯，都没有缆车、啊，所以你可能就不会上来的，对，在下面，他们想撒娇哎，有哎，哎呀，好可爱，他们想撒娇，这些仙佛要想撒娇啦，好亲啊，好亲啊，你等那么久才。等那么久才来，等那么久，等我等这么久，还好留了一个天人合一的跟我一起。会安排的，会安排的，嗯。对呀、啊。这等那么久，真的，这个山这么高，等那么久啊、哦！哎呀，人家等你等得很辛苦，人家等着等得很辛苦，很辛苦，终于等到了。有的时候人很奇怪哈、哦。在世间的时候又不珍惜每一个感情，等他走了以后每天想念，所以明天见面相亲的时候说啊，我们多讲一些甜话好话啊啊，珍惜每一分钟的相聚吧啊啊。
奋斗啊，老一辈的是伟大的一代，下一代呀、啊、都是奋，我们这一辈奋斗的一代呀、啊，感恩呐、啊，真的很辛苦啊。祖祖尊好多佛光，好热，好热，真的我也好热，很温暖，很温暖哈，真的很温暖，我奶都冒汗了，你看那个冒汗了，真的好热，对，真的很多佛光，你看他穿着红的多火辣。明天都给我穿红的漂亮的，明天穿我那件红的那一件黄金色的啊，黄金色的那件，就那件统一宫廷服，宫廷服。红一点，明天你再穿红的，好，都穿红的，都火了，全部都红的，哎，全部都红的。人家说，哎呀，真热情啊，火辣辣的到了，他这个也很好，这个也很好，这个衣服给他穿起来，好啊。人家说你们台湾的制作纺织这么漂亮啊，啊，毛的很暖和吧？他背得动你吗？可以。过来，走，你们看呐、啊，哎呀，可以可以。他那个杀药，他飞呀、啊，说农具还没准备好了，不让我上，这等到农具是准备好了才让我上。哎呦，他跑得太快了，这个农具，忘了带着我跑，忘了我脚痛了。加起来，七十再加六十几啊，六十三，133上来的，133上来哦，对，633，133飞机上来了，啊，哎呀，啊，你们来刷，连环盘，不简单，今天背我很累的耶。哎，很轻松，不让我上，说龙山还没有准备好，龙须没准备好。小慧笑一个，耶！小慧笑一个。哦，有。是干什么？护法神来拜谢。好。好 ，OK， 我叫呢，小沙乱的，哈哈哈。多远都没有来。找不着。哎，你们是这样？我快点来，一个人陪没有？来，快点，找。哎，是的。再来。来，我来拿回来。再来，排队啊，排队。你去排队。好。好。先让你。好，雷教官到此自由。先站一下。哈哈，我们的贡品被充公了。好好，你就站。金地公。哇。晴天，明显不行啊。他一半说的那个就是，那你这不用打目标。你准备里面的打目标。我外面有个人，再叫我。哎。锁，他是要什么意思？过场。好，我打屋里老电话给他。哦，来，这边要不要拍一张？这好看，拜拜了，拜拜。这个应该是锁住幸福，锁住什么？锁住什么？写名字吧，上面有写了。不写名。紫薇帝，绝王帝，那个紫薇，那个是太薇，太薇，哎，紫薇跟太薇两大星君。要乖哦。
要乖哦，啊，要乖哦，要乖哦，才能够生出乖宝宝哦，要乖哦，要乖，要乖哦。啊，李教官，我们来到了玉皇顶了，来。紫望遗风。道风。哦，道风。道风。哎，紫望道风，来专门。道风。来。哦，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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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坐好，坐好，来坐这边，好，拍一拍，拍一拍，对呀。近一点，有些人要，有些人站后蹲后面好吗？哎，你现在蹲吗？我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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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在前面。嗯，哎，进来，啊好。耶。耶。妈妈，这个可以动的，没有关系，可以讲话的哈，要乖哦，要听妈妈的话哦，好。会乖会听话，对对对对对对，守住哦，守住了，守住了，有有有有，哦，要守住这一片道心哦，对，道心有我，有，通明正直。我们要回城了。十个人十全十美，哎，拿得起放得下。然后就到有地方了解地方休息。我们要下泰山了。妈妈，